像你这么气的气到什么时候啊？那能怎么办？爹娘起床看见了，心里又该添堵了。哎，别气了，我想到个更好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样最起码能有个住的地方了。哎。 有了这蔷薇亭好了，行，这样一来，就算墙倒了，你爹娘见着也不会闹心。嗯，嗨，终于分完家了，以后可以放开手的赚钱。嗯，回去睡吧，明儿。